睡前最爱做的事，反过来怎么念？是的，做爱的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！我说你睡前最爱做的事啊，我倒着念怎么了嘛？啊，推荐是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昆达，柯达恋中是有昆达，没错的。第一关，你都不知道要玩什么，对不对？第一关是玩叠叠乐，就是它抽一个往上放的这样，然后那个叠叠乐上面是有那个。这直播多久啊？40分钟。才40分钟？一个小时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唱整个打桌球，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因为我想说先避开，等你 ready 我再拍你。叠叠乐上面，如果你抽到那个积木室友号码，就要回答一个问题。你好年轻哦。啊，对，变到是多少？哈哈哈哈哈。今天我也绑了一个不同的发型。发现了。那我手不要举起来，发现我。还是你弄侧边，侧边。对，因为侧边比较不会跑。侧边的，他绑前面就不会了，因为一样都在这。绑前面的侧边呢？对，前面的侧边。等一下我先帮你拉好。好。演一个是你的经纪人体重多少？看你们说谁低。经纪人体重要50多一点。好，反正第一位是你的，然后输的。我可以教我发型师的吗？没有，谁教你的吗？你说不能，你说不能讲太多自己的，然后一直讲旁别人的。校花旁边的小胖妹，然后第二关就是在你们俩玩过的游戏。你听见说，校花旁边的小胖妹是他吗？没有啊，我说的是你，你干嘛？第二关就是跟伟牙玩的游戏一样。什么？就是波克波的那个。你为什么要盗用我的游戏嘞？因为是，其实我是当 PJ 粉。第三题就是购物专家比赛。可以用比较活泼的方式勾人吗？因为我快睡着了。好，不跟你说。第三题。就是你怎么买东西，就首先要给我有3分钟时间。首先呢，就是我先介绍 C 六的网友，那3分钟我要一发整看网友贴的爱心多不多。我3分钟就说能换你，能换气氛的开始跟我说吗？我跟你讲，3分钟再就是换你，因为你是这个直播的结束，那你必须要把你的气氛拉住。对不起，我们真的快要直播了，我们情绪可不就是正常一点。我3分钟，你3分钟。很像的主播。现在如果是直播的话，我 OK。代表我们现在在 Ray。我们现在在汪小的粉丝团还有狗狗路演粉丝团直播，大家可以跟我上台喽。Sexy Blue。欢迎狗狗路演。大家好。大家最好奇狗狗路演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最近在忙着准备专辑，然后现在开始在练舞。还有舞台剧。对，6月中要去剧团准备排练。哎，这个摸到松了。我看到数字了啦。啊，我这个有数字哦。这边有个数字哎。没有，我的没有啊。你为这个这里啦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就不想拿有数字，不行啊。它有一边都很紧，你一直从下面的，我们这样很难玩。不是，你们这个东西，它就是有些不是每一块都可以抽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，有了，1号。好，可以。那在问你还问我？问我，就是抽到的人回答。他们想要确定想听你的答案吗？一是什么呢？最喜欢的面膜品牌。太简单了吧？就是 Sexy Look。对，而且我们桌上。我们不讲 Sexy Look， 对吧？对，非讲不可。但我们的确最爱的是 Sexy Look， 确实，不然也不会代言。而且最近开始敷了之后，就发现夏天真的很适合。有吗？没号吗？没有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有机会。不行啊！好。我觉得你倒就好笑了。我要先放下。好，有号码4号。等一下啦，会不会垮、啊？不会。4号，要不然我回答一题好了啦。好。4号是什么？海洋青春露面膜何时贩售？这个问题不知道。5月13号。
号正式在康氏美可以买的。哎，我又有了。好了，我回答好了啦。十一，十一题。好友跟经纪人掉到海里会先救谁？你说我跟 Jenna 两个人掉到海里，请问你要先救谁？当然先救我经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纪人跟我是生命共同体，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也是我事业上最重要的人。但是你就是只能跟我在这边直播而已。可是我。可是我会死掉哎、欸！因为你知道什么吗？不救你原因什么？因为你本身会浮起来哦， oh. 所以我不用担心。但是我今天比你太瘦，它会沉下去。OK， 因为油水的比例是会油会，你会油跟油是会这样、就是啊，你就会浮上来了。哦、oh, ，合理。对，睡前最爱做的事，反过来怎么念？事情有什么事情最爱在睡前做？这样是的，做爱的不行啦，不行啦！我说你睡前最爱做的事，我抱着面怎么了嘛？啊、哦，是的，对，睡前没有让你这么念出来。睡前最爱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其实今天的答案应该是要讲敷面膜，但是因为睡前最爱做的事是打电动，没有好。我要推一些事啊，这个可以，是的，我来跟大家复习一下它的功能哦。我们这边呢，这个代表呢，它是海洋清露露的保湿面膜，它采用日本最新的凝缩布膜科技，所以它比一般的面膜更轻薄、更服帖、更保水，而且四大毛孔问题，干燥、细纹、粗糙、暗沉都解决，就是保湿是最重要的。哇，好亮哦！好亮哦！刚才你说刺眼，那有人说，他说好刺眼、欸，好像真的有。而且我跟你说，现在敷完面膜。现在就认真的教他们保养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不是有一颗一颗的吗？是。然后因为脸上会有淋巴，你就可以这样。哦，有爽吗？因为阿仙的脸，这就是淋巴组织、啊。对，他因为阿仙就一颗一颗的，你就是可以这样。
然后觉得眼睛很累的话，就可以用无名指这样。晚上回家呢，因为接受了外面的脏空气，然后紫外线，当我的皮肤变干的时候，我就得要用面膜来帮我保湿。而且我觉得现代人非常忙碌，他需要一些跟自己相处的时间，尤其是睡前十五分钟，他就是说，哦，我现在把一天的疲劳全部都忘掉了，我就在床上抬个腿，然后敷个面膜。我觉得你趁这个十五分钟好好跟自己相处，你就会感觉到，哇，原来这就是三倍的青春露。对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全台湾的康诗美都可以买到这个面膜，像是买一送一哦。对，299买一送一，等于是你一次用花299的钱可以买到8片面膜。今天非常谢谢哥哥吴英杰，谢谢大家，快点去买面膜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Go！直播完了，哈哈哈哈，现在直播完了，我们今天就是做神仙路的直播。每次跟吴英杰直播都会超时，对，因为我们两个太爱聊天。那我们到底可以一起合体直播多少次？100万次有就可以了。对，现在正常就是厂商就是只要有活动或直播，他都会配关少文。因为我们两个出现好像就会变好笑。对，因为我应该要不要改一个？要不要去加一个我的名字？你是说关少文吴英杰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频道直接帮你弄，我就不要充我的人数。或者是我分一个时段给你，就是每个礼拜五封你这样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每个礼拜我都会出现吴亦杰各式各样有的没的。你到底是要看多少次？那接下来真的还会有很多集耶。对啊，大家可以慢慢锁定一下。或者是你们留言跟我们讲说想看我们两个干嘛？不是，下面要爆粗口啊！我说冲啥？对对对，想看我们冲啥？想看我们做什么？如果你们有留言，如果我们觉得很有趣，我们就去做。因为接下来会有非常多遇到吴亦杰机会，包含是舞台剧，或者是他新专辑，或者各式各样的宣传。对，所以你们先留言提供我们下一集。他们看我们看腻了怎么办？前面都是。嗯，那你就取消订阅啊。啊，就是你们看腻我们一样，还是会合体。是。那快点去康诗美买三 C 六面膜吧。敷面膜。拜拜。面膜。